慢性病，我嘛是被迄个江道成控制，唔才做遐代志。我根本就无想要伤害白玉莲啊！阿文基，是啊，足好诶，你准备要退院照我啊？你好起行，你有满意无？我已经病断，甲我诶元寿楼，安尼来来去去在遐破花心。我爱你做一个替我收掉单中事，还佫重刷清净的良心。妹妹，咱这阿勇啊，实在有够乖巧啦。阿哥哦，都在里边，不要回归，你哪会点头脑？姜家勇家杨胜水这两个人，表面上是一家人，实际上明争暗斗。因为了要争姜家的财产，以后会当利用机会拢要抢。咱慢条万去处理重刷清的事，嘛会顺刷。除掉伊家己，我就是要做一摆，总较好个。安尼，我再当继续暗砍邓东仪，我为了要甲你除掉，煞牵连着少辉的代志，真正是 perfect。罗先生，煞来要替你抽血，当作减量的检体，请你先坐嘞。看爸妈的感情遐尼好，不遐尼爱我，我记得不是罗家亲生的，我根本都不是罗家凤，我一直认为的爸爸妈妈、兄弟兄妹。原来拢跟我无血缘的关系，那安尼到底是安怎一回事？